这里呢是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季季亭热水池，旁边还有一个保护单位三亚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儿，季季亭热水池。这里有简介，简介呢是明正德年间就开始修建了，在清朝呢又重新复修，是崖州八景之一，也是三亚市最早开发利用的温泉。现在呢铁门锁着呢，进不去了，这是文物啊。可以看一看，哇塞，就是这么一个池子，有两个池子。有一个热水池能洗温泉的地方在哪？我从这里出去吗？咋？你们是过来玩？啊，过来玩是吧？他这个是应该保护起来了啊。然后你们要去的话，是从那边那个我指的这个方向，那个那里有个口，然后这个口一条道那样进去啊。你再进去，然后再下那个土路那里，一直就那里。我只正对过去了，还有个口嘛，你只给我走到后面去，到铁牛那边去，你就谢谢非常感谢啊。从季季亭那边过来，那边保护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又找到一处天然的没开发的野温泉，看看，哇塞，好壮观的景象啊！烫手啊，这水烫手哦，烫手，好烫的。哎呦我去，烫人呢啊！真是啊，大约5年前找到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。还从那里边一直往渗水啊，从旁边渗，还是冒气儿呢。这水喝不了，喝点也没事儿，多少啊？但是含硫嘛是吧？
含的矿物质多啊，含矿物质。您这走了，慢走。谢谢。把这挡下的话，水会更多。对对对。含的矿物质太多了。含什么呀？含各种硫了，就是活石头里的矿物质。看这个地方往出渗。少喝点没事。往出游水是吧？再往出排气。这个池的水满了之后呢，流到这个池，那个大概53度，这个呢大概40多度，40多度之后继续往前流，30多度，继续往前流，20多度，继续往前流，没了。阿芝，你现在有一种什么感觉？现在有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热量。没有说占着便宜那种喜悦吗？从底一直有一股热浪，然后一直上到这儿，偏零那儿。那这地方摁着点儿，别一会儿冲出去了。这爷问泉怎么样？问泉里你知道一般都含什么？含氡、含硒。这地方含硫。千万不要喝，喝完这全都成武大郎了。我跟你说，不长个儿。那接好的水。哎呦我去了！啊，好热呀！哎呀，我操，这心烫的，突突的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脸是红了。老鼠了。老鼠了。哎呀，我也坚持不了5分钟了，太热了。这爷们人太固的了，没有大家伙事儿，这小桶泡不下我自己。我看不懂，你看颜色都不一样。颜色深了几个灰度。用 RGB 来讲，是不是加了一些 R， 加了一些红？加红了，真是痛痛痛痛痛！你看我这个，我这现在从这个位置开始也变红了啊，好红啊，开始渐变了，越来越红，越来越红，就这样，越来越红，越来越红，一泡都起褶了。我这脚现在还在呢。有这蓝天白云呢，那你伙伴都来了，不就开心了吗？那对呀，全老乡都认识了，更好啊！下着打麻将，没有对呀，跳舞。鬼要来了，鬼来！你们把这片草给砍了，完了拿锹就拍平了。鬼来了，第一件事上这块砸点花活。我一看，哎呦我操，这。